没有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不睡吗？是不？是就睡啊你。高分的。我们特别从台北下来，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在往未来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。那祝福你们两位啦！嗨，你终于结婚了，佩瑜，很开心看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跟玉伟。那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一直很幸福下去，加油！嗨。陈雷包，你终于结婚了，我好难想象你真的结婚了啊！然后那个沈佩璇跟我托梦说，六月三十要记得去验孕哦，要记得六月三十去验孕哦，拜拜。嗨，学姐。嗨，学，祝你早生贵子。然后我昨天在梦里梦到你六月三十会怀孕哦，记得验孕一下哦。嗨，学姐，恭喜你结婚了，赶快生小孩给我玩哦。小佩瑜，你一定要很幸福哦！小佩瑜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祝你新婚快乐！
姐。恭喜你成为人妻，接下来希望你赶快进入成为人母的阶段，期待你有两条线的时候。最后祝你新婚快乐。嗨，玉婉，我今天是海贼王代表，其他人今天都没办法来，可是没关系，他们心都与你同在啊！我们就是代表他们今天来参加你的婚礼，然后新婚愉快，然后回台北有空再约。兄弟，我没有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我让你有面子 ，OK？ 然后我拿到这个，我就会尽快跟上你的步伐，好不好？然后对佩瑜好，尽快不要让他生气。阿姨，新婚快乐！玉婉，祝福你们。一起去克服生活中遇到的难题。好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那祝福你未来的日子跟佩瑜，永远的好好一起生活，白头偕老。今天真的很开心。那以后有机会再下来加一张。